越，给我个机会。周越，你真的喝多了。我不会像以前。你真的喝多了，周越，你真的。米露，听说你要出国了。对呀、啊，你走了拿不了冠军怎么办呀？也不会的，你们那么勤奋的练，肯定没有问题的。啊，那就好就好。去啊！你们先走，我待会儿找你们啊。拜拜拜拜。来，再来。你打人别打头啊！二会，不是你的 party 往上一点，你看会。米露，哎，我来介绍一下，这是米露，这是安宇。你好。你好。我还没跟你说吧，米露是我们学校网球队的主力队员，打得可好了，有机会咱们可以一块打一场。这么厉害啊！别等有机会了。就现在吧。来吧。好，来，我给你拿吧。加油。哎，兰兰，你知道安宇去哪儿了吗？啊好，哎没事儿，老邵问的，嗯，那先这样。周渊约他去了江边。我有好多话想跟你说。我不知道怎么跟你说。周渊。你是喝酒了吧？我没喝醉，我觉得我做错了。要没有其他什么事情，我今天先走了。安宇，你真的喝多了。有什么话等你酒醒了以后再说，好吗？你听我说完好不好？知道我不会像以前那样。你喝多了，周越。给我个机会。周越，你真的喝多了。我不会像以前那样。你真的喝多了，周越，你真的。我还是第一次见你这么凶。挺好的，你还在生气啊？当然气。我以后没有必要的事情不会再见他了。谁啊？你这是什么表情啊？凯哥他说今天晚上不会回来了。窗前霓虹灯闪在凌晨三点，反复堆叠的旧照片，日夜积成灰。路灯下的焦点，初次见面的街景浮现，人潮拥挤却很热烈，熙熙攘攘拥挤走过霓虹灯大街。这窗外面有些情人，三两在道别。
九月，九月，你到底想干嘛啊？你喝成这样，你到底想怎么？走，先回家，走。 米露小姐，很抱歉，由于之前的那次流产，你的生育能力很可能无法恢复了。你跟安云有了孩子，回去永远都当不了爸爸。 这件事完了。 我们就在一起，我会照顾你一辈子，我们永远都会在一起。 早，早，早。其实，在你们公开在一起的那一天，我们在一起了。我们也想在那天公开的说，但是后面因为看到你们太开心了。 就忘了。我们也认为快乐应该分批次的到来嘛，所以，你们终于在一起了。阿云，你知道老邵这一路走来有多不容易吗？当初我们在国外的时候，他一听到你的消息，立马又订票回国。他签卓越是因为你，我们去川河也是因为你。 老邵性格多理智，但一听到你有事，他立马就变得冲动了。只要他过说过多少次，只要你要，只要他有了，我之前老想着，万一你俩最后成不了，你咋整？现在我觉得挺好，你可得好好对人家啊。对呀，我们可是娘家人，我们的力量很大的。现在。 我觉得我松了。你们很像童话故事。如果是个童话故事，那现在就应该是这个故事的结尾了。可是我们的故事才刚刚开始。不管未来是个美好的童话，还是一个现实的狗血剧。
我不后悔。张木林，我爱你。哎呀！昨天小雨姐姐的话点醒了我，她说我一直在逃避自己真实的内心，直到有一天，我借着喝醉跟她表白了，她愣住了，你不知道当时有多尴尬，我特别后悔，我明明知道她不喜欢我，干嘛还要跟她表白呢？从那天以后，我们俩关系又变得特别奇怪，他刻意跟我保持着距离，为了让这个事儿翻篇，我找了一个法国男朋友。后来呢？后来我跟法国男朋友分手了，因为我觉得在我心里最特别的还是那个他，我知道我得放下这份心情，我才能继续前进，我才能真正的去接受另外一个人。但我也不知道怎么的，我有点，我就是做不到。我觉得菲儿，可能事情没有你想的那么复杂。也许你藏得越深，就越难放下。我建议你可以把这个故事告诉他。也许会有一点点短暂的不适应，也许会有一点点小小的尴尬，但是你不会失去他这个朋友，以后你也可以再也不用假装无所谓了。我把这件事情告诉你，因为这次我彻彻底底要放下你了。怎么不说话呀？谢谢你，菲儿，谢谢你为我们这段友谊付出了那么多，我很开心可以拥有这个朋友。对了，你刚刚说是因为安宇的话所以才让你来找我。对啊。那你应该知道我和安宇已经在一起了吧？真的？那我替你高兴。OK， 那我先走，拜拜，有事去处理，拜拜。拜拜。你为什么不跟林菲儿说我们已经在一起了？他不是喜欢你吗？艾米，你是不是误会了？我跟他之间真的什么都没有。而且你也知道我心里一直都只有你。哎，我知道。你干嘛那么严肃啊？我们之间不可以轻松一点吗？不行，你别看我平时那个样子，我对感情这个东西还是很认真的。好，我知道了。好了嘛。不好。那你要怎么样才可以好呢？请我。